老伴儿是有病过来的是吧？他是有病，肺癌直转移，确诊了之后，反正那个人家说了，就是治不了了。哦。手术也不可能了。也没什么好办法了。没啥办法了，那就是。那大哥，你是来自哪个地方？我是吉林省辽源市。啊、哦哦，吉林是吉林来的啊。吉林省辽源市。啊、哦，来了多长时间了？2020年5月10号来的。哦，这也有年头了。两年零一个多月吧。哦、嗯，这也都是抱着希望来的，是吧？嗯。这个水你每天都打上几桶是吧？最好是一天一打。一天一打啊。这时间长就不好。哦。这个水就不烧开。不烧开就这么喝吗？这是真正的山泉水。这个水吧，我刚试了，确实是越碱性的啊，从这动手的能达到7.4。哦，那个大树底下那个吧，能达到7.3。哦，这样一直。哦，那个7.0是中性。哦，算上也是碱性，但是这个，这确实是那个什么水。啊，骑着电动车来。嗯。这电动车吧，在这结识这个朋友。啊。他回家了，就把这个给我了。让你这个，他姓吴，叫吴俊学。啊，比我们大2岁，现在有化疗了。哦，他是在这走，他是，就是转移之后走的。哦，在这边结识了12、13个人，没了9了。哎呦，姓啥叫啥，我都是叫上来。就是现在人长啥样，我再随意。就是说这个地方也不是有治愈哈，不没有治愈功能。但是有一个哈特别明显，就是姓班，啊、哦，哈尔滨人，直管流。哦。来一下是喝那奶喝不了，最后也养到吃班的能吃，就自然都做的长肉了，身上长肉了。哦。他就一个举动把这命要了，就是感冒了。哦。感冒，你说你要感冒了，那他只不是他是。他是咋感冒的呢？他是止疼药没带足啊、哦，没带足是去年的11忘用药，11那天不是货多吗？啊、哦，应该4天到没到着，没到，没到，哦，就差2天的药，他就去，他那家的有一个就是桥头那边有一个是呼眼的那个啊。说是喷水，一种药水就能治止疼啊。11月17号你喷水，你说不叫感冒吗？你在外边还是脱光膀子前后心喷水？哎呦！11月17号是，还没跟俺们说，就是俺们都带着止疼药，我就大伙窗户窗户。对对对。他没吱声，完结果这半夜就发烧了。哎呦！第二天早上给我打电话，完了我就去看他去。这个他要上那个科医院去打针去，我不是感冒了吗？完了，他自个儿连他老伴陪着去。下午我去看他去，还挺能吃。这么大的白钢箔吧，喝半箔的带白粉，那喝了看着不。一走下去完又喝一箔的奶粉也喝进去，我觉得没事能吃就没事。完，结果第二天早上就给我打电话，要我帮他收拾屋子。他就下午4点的飞机，又把飞到哈尔滨。哦。完，我帮他退的房，回家没到半个月，人没了。哎呀，在这嘎已经缓过来了。你看，要不感冒就没事了。啊。那眼这脸上再把蓝天蜡黄，都有红晕了。哦。完，并且自个说身上长肉了，他能吃东西了。对对对，他要不走，我可能还好点。他不走不也不行了，他感冒就引起他不行了。哦，这本来他挺严重的，后来好点了。他能吃，完全喝奶喝进去一些。哦，你最后也能吃干的了，稍微干点也能下去了。但是身上长肉了，他这是缓过来了。哦，他就这一举动感冒要命。哦，就是不能这个重病的人还得要注意啊。他一个老温头，70，80，他也是感冒了，感冒了那天修这桥他姑爷呢开车来的吧，那边道不敢走，走这道他把车停那边，跟金流柱啊这段这老头走不动，就借轮椅去他姑爷在上姑爷打针的，结果呢。
他借这轮椅子，就光那个大厅的，不叫谁给推走用走了，没给送原味儿去。哦。哎呀，他倒霉，你说这送温这头，他找不着了，这说借的再上过火。啊、哦。借的轮椅没了，丢了，完他这屋累。那前不俺们家呢是，他来回推着轮椅走，不坐轮椅了。啊、哦。他说那把轮椅借给他，他就给上这轮。结果前轱辘螺丝还掉了，你带他倒霉了是吧？他是俺们从昆岳回来，迎着他说往那边去，我说带孩子在山那边，我说他老伴儿在那边，他没说螺丝丢找螺丝，他说螺丝丢了那再配一个呗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结果他走是累了，累了是搬块石头到旁边去了，哦，这一搬石头看住了，哦，冬天就反正积水，哎呦，完了到摆设治了半个多月。20多天哦，你又你或者上成都了哦，俩多月时间没，钱没少花，这先头花40-50万，后头又花30-40万也没，哎，钱没，真是，这就，哎，就是。有一个环节跟不上，就是要特别要注意这些，注意特别注意。但是我也咬但是吧，你看啊，一会儿好了是吧？一会儿吧，一小时。可能是有这个习惯了有关系，有水土啊，有这个水土习惯了。我来天或者坐，我这都坐疤来了，这腿啊。完了那个我们四平老乡，他是中医，俺们住斜对门，他给我开了3副祛湿的汤药。哦。到斑马抓药的那个抓药的小伙子说：“你们北方人呢，有的地方不适合这地方水土。”啊，对对对。湿气太重，完了你那个在家小虫咬，它是一个媒介。哦。它在毒素，咱不再不习惯它的毒素。对对对。但是这媒介完再加上你有加潮湿。对。完你们这。我现在你看都不敢穿那个。我现在这今天头一天，我就穿着长袖的。啊、哦。穿长袖的就洗了，这不就我就打水。啊、哦，那你看还得穿长袖的，要不然还得咬。嗯。好，再见了啊。嗯、哎，好，再见。谢谢啊。啊。